把什么呢？把刚刚那个台中的这个 CSV，我发现呢，总共一好像它是总共有四个档案吧，105、06、07、08。那变成说你要怎么？当然我是只有抓106先来试试看，啊，其实理论上应该是把四个年度全部写进去比较合理哦。所以呢，你们后续可以练习看看，如果它四个把它一次写进去的话，要怎么做比较简单？哦，反正方法很多啦，你可以多方面去尝试看看哦。那所以呢，我就先怎么样改变那个路径？因为我路径在这里，把它复制一下，然后贴到哪里呢？贴到我要开档的路径。本来 F 等于 Open 后面有没有？我是加一个 member.tht 嘛 ，OK 哈、哦。然后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刚刚的路径。所以呢，把那个路径贴上之后，然后后面再加上它的档名、副档名。哦，啊，记得呢。如果你加了这么一长串哦，有这么多斜线，对不对？我前面讲过哦，如果你要避免错误的话，请你在前面加上一个小 r。如果你没有加小 r 的话，那你必须用脱曳次元，就是变成斜线要变两个啦。哦，如果你不加这个小 r 的话，那你变成会有前面有个错误嘛？哦，你变成要怎么变？你要变两个双引号，有没有？这个要变两个双引号。哦，那太麻烦了，你不如怎么样？就是如果不把它脱曳次元的话，加一个小 r 就可以了。OK 哦，然后呢，路径给它，档名给它，第一个，第二的话就是 R 模式 encoding 有没有？就是等于我是用 UTF-8 了，我把它改回来哈、哦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，把它先 read write， 然后读到这个 list， 然后并且把它全部读出来，切割。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哈、哦，先把这个读取档案先确认，所以呢，我先把那个什么。insert into 这一些这个底下的程式先把它注解掉，上面的程式也先注解掉，反正呢先确定说哦我读取出来是完成的，然后我再做那个写入的动作，所以执行哈、哦、这个程式呢看一下结果有了，它等于是帮我把切割的结果呢放在list 二，等于是一个串列，那这个1234总共四个资料。那如果要写进去的话也很简单啦、啊、第一个的话上面处理上面的这个，所以把刚刚的程式哦拿来做修改，那改哪些地方啊？基本上呢这个第一个当然就是改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资料表名称，资料表名称叫什么比较好？现在想不到、啊、叫台中哦，叫台中01好了， OK 就这样最简单， OK 啊，所以台中01，那这个是先 drop 掉，然后再 create 台中01。那栏位的话呢，就是 A 栏是 integer， 其他就 test， OK A B C D 这样最简单， OK 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先建一个资料库资料表，然后呢再来就是把档案读取成一个串列之后再写进去。那写的话呢，我刚刚有讲过，所以直接写我是又把什么，把那个大刮胡本来有五个，因为有五个栏位，你就要五个大刮胡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反正你只要配对哈，没有出错啦，理论上应该都还蛮顺利的，我的经验啦 ，OK， 我是觉得这就是你只要按照它的规范，它要什么给什么，好像其实会错的机会哦，真的是大大减少了。而且用 format 我觉得真的是清爽的。如果你不用 format 哦，说真的，如果像以前用串接的，哇，我发现很多同学真的无法接受。那、啊、我们以前是这样写，我是觉得蛮习惯，然后我发现我这样写，很多同学根本完全是。会觉得真的太痛苦了，所以用 format 哦，前面是什么？你要放资料的字串，有没有？它的字串后面的话就放变数，所以总共有四个了，少一个。啊，这边的话少一个变数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就把它写进去，啊，就把它 commit close， 这样的话呢，就把资料写到我们的这个，所以你可以打开之后的话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那个台中01，有啊，里面有没有237笔，有，那表示应该写入成功了 ，OK 哈、哦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第一个资料表 ，OK 哈、哦，啊，再来的话，当然哦，后面因为它有四个啦，看怎么处理，不过我发现它的编号好像也都从一开始，所以这个编号的话哈、哦，也是一个麻烦的地方，哦，然后编号从，所以每一个是问它编号怎么编。难道是什么？前面再加1051052嘛，好不好？反正这个编号你们可以再重新。也许啊，如果假设你要把四个年度105到108通通放到同一个
资料表的时候，可能就要考虑说，哎，编号是不是要重编？那编的规则啊，也许就是在编号前面再加上年度，哎，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重复的问题发生了。OK 哈，这怎么做？也许请各位试试看，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。那这个有关这个资料库的练习哈，我们大概就原则上就也许先讲到这里吧。我看哦，大概是这个了。那其他当然，这个开放资料里面哈有38000多种，哇，实在太多了。所以如果假设你要练习啊，说真的，练习不完的资料里面太多了。举凡就是我刚刚讲过了，像金融理财好像大家都蛮应该都会投资理财方面，或者像那个什么，实价登录其实里面也有，有关买房子上面也有了。OK， 所以太多的相关资料哦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可以在上面找找看。像窃盗了，像之前同学蛮喜欢像什么交通好了，比如说交通案件，发生的情况如何，他做一个统计分析。OK， 其实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料哦，可以拿来应用。然后还有哪一些啊？像窃盗就已经做不完了。OK， 其他的话，金融理财的话，像是股市资料，还有像什么股市资料之外的话，还有像外汇资料，外汇资料也做不完的。OK 所以这边的话实在太多了。请各位试一下把这边先做做看。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。